他伊讲是讲哪俗个，刚包装了袂好啊。够贵个啊！够贵个，下钱的手表个。太过气了！我是卖一个鱿鱼肠，我爱卖太过气。这个鱿鱼肠我来讲，当面用尽量钱的拢好食。即我参加只有一包鱼啊，鱼啊五加鱼啊五块，五百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哦。你先给钱的先赢，鱿鱼肠哦，两百了啊。大嘞啊！这两包送你啊，两百块给你钱啊，两百块了啊，来两包。来两百块，三百只，请你交地，给这款地我哩。来两百，有人要吃无？鱿鱼肠啊，走。这下我招一个了啊，无两百块了啊，无。这敢够有啦？无一百落啦，试食看卖啊，方便方便来一个啦，一百试食看卖，我计来一百块啊，来啊，一百试食看卖啊，一百试食看卖，最后两个一百，阮求你拜托你啊，最后两个一百啥物啊？阿姨，咱有意思要吃哦，阿姨最好吃哦，这鱼鱼烤，台语你听无？鱼鱼烤，这啊，这切落一块一块，高分落去，下间鱼炸过啊，一百你有要吃无？请你吃啊。最后一个一百三百给我消消的，好贵，谢谢。来，三百吃这個，这钱也给较紧的哦。这连煮都唔免煮啊，哦，叫啥？卤鸭肠，这迄个台中东，这叫啥？东海鸡脚冻啊，东海鸡脚冻啊，伊就是同款的模式啊，无甲伊用鸭肉底啊，我这用卤鸭来底啊水的啦啊。这我一包用起来百五，这免煮哦。下领导要吃无？套贵，等你退兵，倒入馆，等你退兵，蹭蹭食食，对吧？百五加百偌济？三百。两个人客，三个人客，四个人客，五个人客，来，唔免三百开机，还剩五个尔，一百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啊，四个，四个，四个，各送四个，一个人四个。跟刚刚差多多？四个。刚刚没人买，现在很抢光。过来，大刚陆陆续续新商品一直出来，一缸出来一挂，一缸出来一挂，哎，出来就济哦。最难要食手夹起，手夹起好啊。有人要吃大粒凤梨无？你看这凤梨把坐甲拢夹出来了嘛？有人要吃无凤梨？凤梨想要吃手夹起，一个要吃尔。再过来外口啊，虾仔店无，这凤梨三四百块啊。来我来讲，要吃凤梨先加钱啊，先名。这细细的吼，甲做胡椒凤梨，做胡椒凤梨上好吃。来。来六百五百片啊，全部六个人客先加钱先赢三百了啊！等下，等下卖提钱，卖提钱，听我讲完了。我给恁欢喜一下，第一天给恁尝鲜吃。我第一天提出来卖物件，拢给恁尝鲜吃。啊，恁先加钱的先赢，这凤梨大粒的非常的贵，凤梨大粒的较贵，啊，咱这大粒的，来，这哪里讲的迄个啦？迄个大粒的啦，来，啊，听好啊，做一排啊，啊，用抢的哦，啊，一边三个就好啊。哦，啊，你若好食，切啦，甜啦，后礼拜拢无安尼卖啊。哦，第一天我讲外好食，外鲜都唔免讲，你著食，你著知输赢。一瓶三个人加，三，大家啊，两百了啊，下当去食，两百块了啊，两百块啊，两百块啊，两百了啊，最后一个无啊。你卖两百，你搁考虑无？最后一个两百，啥物食？排骨，排骨，加啥？两百块了啊，下当去食，两百块啊。来，开始。我加油一样。哎，老板，食羹在后面。食羹我随阿伯也是拖起来咯，吊起来咯，迄度免出来，起来，遐嘛是免出来。来，我包块凤梨咩？包。好嘞，海龟子我先卖好，海龟子。海龟子啥物事啊？你等会炒蒜头辣椒就好啊。这海山头我爱报告啊，这个数。炒一盘一百，两盘两百，三盘炒三百。来，这三百加三百或者。三百。两个人计搞咩？免六百，免五百，三个人计搞咩好无？上千块钱的生意哦，这拢无卡的哦，别别搞你卖卖哦。三百好啊，大嘞啊，这个送你啊，豆豆姐啊，三百块，几个豆豆姐，来三百块好啊，三百块，来海龟子，我要吃哦，三百好，海龟子，切到你最后一个人给三百块总钱，这六百块，一百好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你去吃一百块，最后拢无啊，一百块，要不要啦？一百块肯定差，最好吃啊，一百块啦，煮冬瓜、炒菜、鸡肉啊，最后两个人给一百块没有，一百块，最后一百无啊，最后一百无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超级变相。头一个三百箱，十块了。头一个生气啊，十块卖，爽了。好啦，阿姨，你无买就使啦。
一百不要抽出来，你十块抽得紧。好，铁路排骨三百只，三百块鱼啊，我要两百块了，排骨两百块三百只，铁路排骨。这一块两百，两块两百，三块两百，四块两百。五地你买袂着啊，即两地搁送你啊，两百块了啊。来两百块要食铁路排骨的无？一地两百，两地两百，三地四地五地六地，即地搁送你哦，两百块要食铁路排骨的无？一个只两百块搁少少了无？附近加遐咩？加鸡排。你拢买拢袂了无？我是的。第一个要送，第一个一百全部给侬，一百块送好啊。去聊聊。聊聊好，我先甲阿姐也袂接咧者哦，你先慢慢走啊，啊。即我做一间卖了，上尾食这石岗的，阿姐，你甲看看有绿皮，哦，咱叫这种水的啦，分的都是漂亮的，哦，一分钱一分货啊，你要叫绿皮是对袂哩，卖你一百两百，我嘛听过卖哩，对无？啊，咱就真正叫这好的物件，要哪去落，对无？啊，你食看卖啦，这炒的就好啊，这无味无香。咱这上尾食，我食甲化底桥哩就好啦，好无？五个人客甲我客等去炒的啦。三百免啊，四个啦，全部五个尔，两百了，两百块了啊，两百好了，两百块，两百了啊，两百块了，两百上面吃两百块，两百块够要吃哦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够要哦，两百块，你搞买两百，我再搁送你啊，偷偷吃也吃好爽啊，来两百够少一个好无，两百块，来两百够要吃哦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够要吃石岗的无，两百块。无半下出手哦，这石岗你买无上嘞？阿明老实在帮我说一下，敢无？系啊，足贵啊！我来你甲伊说说哦。来啊，你买两百只拢送你啦，偷偷吃。来两百，搁少一个好无？两百，哎，卖平卖平，还袂算。来，搁少一个两百好无？搁少一个两百块，我要吃两百块就好啊。阿明阿伯，敢够咸吗？冇有。来包过。安尼差不多，两分我甲伊分几只，你也好分。两百拢有啊嘛，有啊要收起来啊。对，我吃。啊，我见我改来了。这个鱼啊。新化客家。这个鱼啊。你要留起来，你弄我，你要留啊。阿明，你看后边个蛤蟆哟，啊，咱最后画一条六棍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蛤蟆最后搁变一条，差不多啊，没有货了。蛤蟆喂蛤蟆。来，蛤蟆要吃十块了啊，去嘞，最后画一条，十块钱。十块了，收钱收钱，我去十块了，这我再用了，十块了。我两个咯，三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啊，几个啊？一啊。后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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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去去。好，来，做定情况，做定情况。十五个啊。好好好，十五个。来，来，你面包虾请我卖卖条，面包虾。来，面包虾这个有人要吃，这要求好吃哦。这条你不用这个钱，你看伊就好啊。这一盆料理专用的物件，这个一包只要一斤几啊五，几啊五加几啊五偌济？五百。来两个人客，三个人客，四个人客，五个人客搞起了啊！你当个来蒸来煮了，虾啊细只你起来用，五个名字唔免五百，两百了。来两百块上面吃两百块面包虾，睇下起个，两百了好啊，两百块了。面包虾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这超好吃，恁其他不爱吃？这真正的超好吃嘞，两百块嘞。来，保定不爱吃，让他收起来了。来，上点牛柳的，牛柳上点的沙发了，这炒出来了，蒜头辣椒了，这一包鱼要我两包五百，唔免五百啊，三个人加买啦，四个人加搞买啦，沙发上面吃啦，沙发块啦，来啦，再搁送你沙发啦，再搁送你沙发块，谢谢，阿姐感谢你，再拢我你啦，沙发了啦，沙发块紧好啊，再拢来啊，沙发块，来沙发块要吃，搁招一个好无，最后一个无啊，三四啊，五包要卖，六包这牛排贵啊。三百个坐上面啊，三百块。好嘞，下口甲我看过阿爸话咯。你唔好别过你试食看嘛，这牛排真正做两块，两百了好啊，两百块。两百块试食看，哎，阿姐你要走好强来无？没有，我冇了，谢谢。你去摸者。哎，嘿，老板，嘿，不用不用啊。冲过，嘿，你一坐查某人，你冲过啊。这两百上面吃啦。莫非是空箱啊？来，你哎，好嘞。啊，人家点阿爸话着，做兼职个，好啊好啊。来阿爸饭上面吃啊，来一百了，这简单了。来要吃阿爸饭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了，一百了，平时了，一百块。阿爸饭要吃开一百了，三百要两支啊，我要一百上面吃阿爸饭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够要吃无？一百，拿起来，一百，还够一个一百。阿爸饭，我阿爸饭就一百块了，这免考虑哦。一百够要来无？腌肉饭，一百块了啊，你几个？老妹。五个，够了咩啊？无一百，还好啊！你放下，别去包了啊！这当好用，好用。
那是过来，咱你若干早，你咪当来啊。搞什么也当卖，这什么？试看卖好无？试看卖好无？来，这我先卖。恁家有人要食这个？这月亮虾饼啥物食？三百面啊，这一包内底两块，内底一包泰式酸辣酱，两块啊，用煎的好啊，两百了。这包够上面，这包够来，这包够上面，四包，两百块了。来，两百块要吃月亮虾饼，煎煎的啊，这无面无干，两百块。两百块要吃月亮虾饼，两百块了好啊。一百了啊，试吃看卖啊，记得好啊，一百块。我买袂买一百先吃，头前吃嘞，一百了。一百块，咱们吃看卖哦，一百块。试吃看卖啊，一百块了好啊。嗯，月亮虾饼。系啊，变啊变啊，这是变啊。你卖啊？来，我先来卖这个好啦。哦。有人要食红烧狮子头无？这两个拢结实啦。来，这红烧狮子头，这一包内底有十粒无？这个肉会足香的哦，加饭好啊。这一包百五，两包三包，唔免哦。两包上面吃两百块，你搞要两包，这两包我再送你四包，全部拢你来。两包上面吃红烧狮子头，两百块咯。来，两百块，两包吃狮子头，两百块。一百了啊，试吃看嘛，一百块。唔好买贵买一百吃看嘛，一百块狮子头，行不行？一包吼，你卖搞我变强买啊！一包真正无上，我的本钱无上，啊你卖变强买啊！啊，爱食啊你啊买，叫人家看，低卡，低卡，大包的，五百克的哦，五百克的哦，听好哦，五百克的哦。我这里要什么呀？再一包。猪蹄花。来。我画了哦，你也感觉受气啊？你两卖变又无熟啊，本钱不赔你啦！来，那个来，你叫阿姨叫伊去看嘛，重要。